十年前，他几乎被所有人遗弃。我是迫无迫的无奈，我是一个事。来说管我，他怎么管我就等。十年后，为了争夺他，亲人大打出手。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？不是我所有的事情。小华，咱都拜托没亮的，我走。看见即将为您播出。我想过去抱他一下。你想过去抱他一下？嗯。满婷不让你抱。满婷为什么会不让你抱？你觉得？刚认识走了这么多年，他对我没有感觉。满婷，你认不认识这个人？不认识。不认识。我不想要这个。今天的看见要跟您说的是一个11岁的女孩，她所面对的世界。这个戴着面具的女孩命运让人感叹。十年前，在她8个月大的时候被母亲遗弃，差一点被父亲贩卖，叔叔伯伯谁都不肯收留。十年之后，几乎所有的亲人又都重新出现。于是面对亲生母亲，我们在她面具后面的双眼里看到的分明只有慌张，甚至仇恨。我不想要这个。不想要这个妈妈。嗯。但是满婷，你哭了。为什么会哭？当时走的时候，你怎么就能狠下心来？我也是迫的无奈，我是一个受害者。我当初也是被人家骗过来的，对这段婚姻。不满意。哎，但是对这个小孩子是无辜的。现在我回来，我也是为了找回小孩子，我要找回我的小孩子。我觉得他是，失去的他东西太多，我应该尽一个做母亲的责任。你是不是为这笔钱要花？不是。我是为了这笔钱。假如说就没有这笔钱，他爸爸死了，我听到他现在的处境，我肯定也会过来找。戴面具的女孩叫刘满婷。生活在河南省南州县的山村里。录节目的时候，满婷刚刚经历了丧父之痛。父亲在山西一个煤矿打工的时候出事故离开了人世，煤矿赔偿了32万元，除去丧葬的花费还剩下29万元。就是这29万元，让曾经抛弃他的亲人们又都重新的出现了。母亲当年是被父亲花8000块钱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。满婷7个月大的时候，母亲逃回了老家湖北，这一去就再没有音讯。你要是不是回这北站，可以说你走湖北来临安的时候，来了以后你都想着你些办法，你要见见你儿，你又不知道。我来了，你让我见吗？我们去过了、哎、你见吗？咱都拜托没良心，我说你知道我的家庭，你知道我的家不着，你上过我家吗？你知道我家吗？我知道你家。你又知道我的家？你有我的家旁边，你为啥不和联系呢？这个一直逼问满婷母亲的人是满婷的养父张景富。当年满婷妈妈抛下他走了之后，亲生父亲要出外打工，无力抚养，差点把他卖掉，是嫁到外村的姑姑收留了他。而那时姑父刚刚去世不久，姑姑独自带着包括满婷在内的3个孩子生活。张景富原本是姑父的弟弟，后来经人撮合和姑姑生活到了一起，从此满婷算是有了一个完整的家，姑姑是妈妈，张景富是爸爸。不幸的是，满婷7岁那年姑姑去世了，于是满婷与2个表姐一起由张景富独自抚养。啊，你一直叫他爸是吧？啊。啊，他对你好吗？好，非常好。啊，怎么个好法？我
想要什么他都给我什么。你不想要这个。节目录制现场，所有人都看得出来，妈妈和养父哪个在满婷的心里更亲近。不过在妈妈的眼里，女儿最信任的养父张景富其实是最虚伪的。他们所说的那些都是虚伪的，你想一下，如果说他们不是虚伪的话，干嘛还把这个小孩子你争过去，他争过来，还把这笔钱到处你分一点他分一点，这明明是为了钱。所有说的那些话都是虚伪的。那你是不是为了钱呢？我不是为了钱。谁是为了钱，谁又不是为了钱？河南电视台当时在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，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准确的判断。让人唏嘘的是，十一岁的满婷在记事之后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生母亲，竟然是那样一个场景，全都是争吵，关于钱，几乎每句话里边都带着钱字。那么满婷母亲那句孩子争过来争过去，钱你分一点他分一点，又在影射什么呢？别着急，许多角色尚未登场。当时打你的是谁？对方女儿就是你。他们咋打我？谁咋打你？谁咋打你？这三个人都是满婷两个亲伯父的家人，而被打的是满婷养父的女儿，满婷的表姐。今年四月十九号，河南省南召县人民法院准备开庭审理关于满婷抚养权的案子，尚未开庭，伯父们和养父就起了冲突，而且愈演愈烈。背对镜头的白发人就是张景富，满婷的养父。因为女儿被打，张景富当天当着摄像机的面就冲上去和满婷的伯父们扭打在一起。柳秀德，满婷的二伯父。张景富保管四十万，我哥俺家一共保管七万五。那后来们是一家七万五，他们缺了十五万，那还剩下十四万。现在这个钱不能要流失，这个钱是三万零的钱，就不能分。还是钱，二十九万，满婷的亲生父亲用生命换来的赔偿金。而在双方大打出手的时候，满婷就在法院门口的一辆面包车上，隔着玻璃看着亲人们这场关于钱的殴斗。只不过在双方的言语里，都是为了孩子好。至此，人物基本细数登场，但是这才是故事的刚刚开始。在这个时候，满婷的妈妈还并没有出现。哎呀，来了！要不回来，这就破命也给要回来，行吧？2009年5月4号。山西一家煤矿传来满婷父亲遇难的消息。现在跟他们一块干活的，搁大伙家上面去。当时谁去的？那我跟俺一块去的。那张景富他们去没有？张景富你儿子都去了。满婷和两个伯父还有养父一起到山西处理爸爸的后事。经过协商，煤矿答应赔偿32万元死亡补偿金，并很快就把钱寄了回来。由于满婷还没有成年，不能自己支配这笔钱。在如何管理这笔钱上，张景富跟刘家兄弟产生了分歧。哎，在这个时候呢，他说我们都说刘秀才说着，你是外人，这个钱呢就没有你管的闲事。张景富说，当时刘家兄弟想自己保管这笔钱，他不同意，双方争执不下，于是找来了柳秀德所在的刘山镇官坡村村委会主任王国俊。他们找上我。当时咋说了？那他们分管了吗？地上一个按那个比例分了吗？当时这个比例有啥依据？那没依据，俺当时这个他这个小孩不是小吗？给他分一部分那个他这个上学日常生活用，剩余他们爹几个保管着的。当时是来账花20个3万，还有29万，
二十九万，我搁俺家是拿十五万，我拿七万五，他是搁他的十四万。当时在村委会主任的主持下，柳秀德兄弟俩和张景富签了一份财产保管协议。在这份协议上，三方以保管的形式分割了这笔属于满庭的财产，也都承诺等满庭年满十八岁就把这二十九万元完璧归赵。但很快，养父张景富就发现有些不对劲了，因为钱被动了。去取这款去了，一取没十一万五了，十四万没十一万五了。银行的人说是村长王国俊取走了两万五千块。他说这两万五算是我借了。我说你借走这款你就没有经过我，哎，你自己走银行取走的，这款不是都没到我手里吗？后来说一点，把刘秀咱们说的，那人家借走的还还你吗？不如给你打个条子吧。在张景富的坚持下，王国俊给他写了一张借条，满庭的这笔财产在数字上还是完整的。不过紧接着，满庭的户口也被动了。他寄养了嘛，他想他爸没有了，他寄养他不想要回来，他想要了。可是我想同我爸这个要了。满庭虽然一直由姑姑家抚养，但那只算寄养，并且没有办理正式的收养手续，他的户口还是一直和亲生父亲柳秀军在一起。签订完财产保管协议以后，二伯父柳秀德就把满庭的户口迁到了自己的名下。柳秀德还放出话来要要回满庭。他那个叔的柳秀德又后悔了，哎，想着是这个钱呢，哎，年儿过了，钱又过今天见他先吃亏。这个小满庭是从七个月就开始给我抚养的，小满庭一直到现在还搁我这里，这个户口柳秀德给他挪，凭啥还给他挪了呀？火药味渐浓，一场围绕满庭和二十九万赔偿金的争夺战从这个时候开始了。估计啊，您已经注意到了，无论是分钱还是迁户口，似乎没有人问过满庭自己的意愿和想法。不过接下来，满庭终于发出了声音。好心的叔叔阿姨们，你们好，我叫刘满庭，今年十岁了。我是个苦命的孩子，从小在八个月的时候，妈妈就遗弃了我，爸爸常常在外流浪，我常常饿得哇哇大哭，叔叔伯伯们都不管我，父亲只好把我送给了姑姑抚养。今年五月份，父亲在煤矿因为事故不在了，煤矿赔偿了一大笔钱，叔叔伯伯们已经分去了一大半，为了争另一半，伯伯要告姑姑家把我争走，要那钱。我在这儿过得好好的，把我争来争去的，我是个人啊，请叔叔阿姨们帮帮我，为我主持公道好吗？刘满庭，2009年10月24号。后来在这时候是我这个看那个，都在纯看那个新闻报道，你要不识字话呀，看还好看点哈，看法律讲坛上，哎，这个我这个打电话联系，叫三满庭写这个求助信。这是养父张景富让满庭写的一封求助信，随后他带着满庭和这封求助信找到了南阳当地的网络媒体，而随着信在网上的公布，引起了更多媒体的关注和报道，而媒体的介入让事情发生了逆转。这还东西是咋着的？天上咋的？村长往外去，他这花了两万五的，记者们也去找他去了，在这说三天，他这个把那款也退了。紧接着，被转走的户口独立了。该去好再接他们，啊，我安去打那事儿，咱不讲了。我说，那不能户口该赶紧弄拐回，啊，咱那事儿就搁这个小满庭的户口又独立了。媒体的关注、舆论的倾向，让张景富开始底气十足。2009年12月，张景富以满庭的名义将两个伯父起诉到法院，要求认定当初由村委会主任王国俊主持签订的那份分管协议无效，两个伯父返还满庭的赔偿金15万元。随后，二伯父柳秀德对张景富提起了反诉。12月28号，经过南召县人民法院的庭外调解，双方同意把各自手中的钱都拿到法院暂时保管，等待法院最终判决满庭的监护权到底属于谁之后，再将钱全部交给监护人。至此，满庭养父和伯父们的争夺战正式进入了法律程序。不过，需要交代的一个细节是，双方仍然以各种理由并没有把手里的钱全部交给法院管理，
大伯少交了15000，二伯少交了25000，养父少交了10000。这样算了算，真正属于满庭的赔偿金只有24万，暂时在法院保管。那接下来双方的战争目标就非常明确了，争夺监护权。另外再需要提醒的一个细节是，到这个时候满庭的亲生母亲还尚未出现。我们心里的养是最合适的。嗯，谁养？就是你还是谁？就你养？都我养的最合适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俺们弟兄隔得好，小满庭隔的时候叫俺妹子养，是对他一个照顾。后来是俺妹子死了之后，说领回来的时候没再领回来，用他兄弟，用俺兄弟在。俺兄弟死了，这个事俺就应该往家里。刘秀准母死之前，他受外面看个家的，他们也就不去看望他那个张满庭，也是一丝布都没有卖过。俺上干养的十几年，上是天天出来的，他们上是都成亲人了，有压着他们血缘这一年的。你妹妹养这么多年，你们管过这个小孩没有？俺管过没有？俺说管过，他说没管过，有证据没有？你大后辈我知道他咋了吗？因为忙。那天忙他姑不是闲吗？他有他姑的吗？他最少他是抚养十来年了，那个管成事儿搁那抚养着有啥？那时候有没有找过你来抚养这小孩？哎，找我抚养是找我抚养，因为俺都是张姓，都俺妹夫，跟俺出过车祸。跟俺出过车祸，想着他家里困难，叫他养着人家，给他抚养去。他家里困难，怎么让他抚养啊？他家里困难，就说你们可以抚养吗？我们抚养是我抚养，我们家里困难，你他抚养，俺就给他抚养去。是不是？俺妹那时候放养放养。俺兄弟成天一年得给他借多少钱？那个有啥依据没？那谁家借养跟谁家跟你啊？你要叫人家哄着玩啊？你给人钱你还叫人家开条收税，有没有这回事？那这么多年他给这小孩寄过钱没有啊？不借钱，没有借过钱。他都是个的话啊，经常在外头吃喝嫖赌，有时候人啊也都是个不成才货，都知道俩成才才能养活不是孩子，是不是？意料当中的口水仗。在等待法院开庭的日子里，满庭的养父和伯父们就这么对着媒体各说各的理，互不相让，纠缠不清，而双方的对立情绪也是不断的升级。最终在2010年的4月19号，法院开庭的这一天，双方大打出手。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战。我刚才提到了这场殴斗发生的时候，其实满庭就在法院门口的一辆面包车上，隔着玻璃看着。没有人知道那个时候的他具体在想着什么。我曾经无数次的做过猜想，一个11岁的女孩在面对这样的场景的时候，她会是怎样的一种心情？是和养父一样的愤怒，还是害怕，还是无助？在那时她有没有想到给他带来这些烦恼的爸爸，抛下他不管的妈妈，收留并养育他6年的姑姑，无人知晓。我们只能听见在媒体的采访中，他一次又一次地表达着这样的态度。那为什么他们又要抢着养你呢？你知道吗？知道，因为我爸在矿上砸死包了三十日晚后，他们就想要这些钱，所以出来咬。哦，那你愿意跟他们一块？不愿意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从小都没和他们生活在一起，和他们的感情也不好，我怕当着他们对我不好。哦，那你现在跟谁感情好啊？跟谁感情最好？跟着我这个吧，就是张景富。是吗？啊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从小养了我，也对我非常好。他是否有几年了？你想不想有点感情？是不是？你这玩的就跟什么玩意儿一样，你去问着他，他都对你有点那个；你不问着他，他都没那个。现在我教小孩要跟我长大，我教他咋说他就咋说，是不是？那现在给他长的，他教咋说他就咋说。那你要跟小孩们说要算数是吧？中国也要法律干啥的。4月19号，法院开庭当天。打架的同时，养父和二伯父还分别提交了各自村委会开具的证明。养父所在村，
指定养父张景富为监护人，理由遵从孩子的意愿。二伯父所在村指定二伯父柳秀德为监护人，理由伯父是孩子血缘最近的亲属。我国民法通则规定，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，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，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，由人民法院裁决。法院暂时终止了这个案件的开庭审理，养父和伯父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。然而很快，伯父柳秀德又找到了新的武器。张建富啊，他是广东人，是不是？在法律上，他抚养一个女儿应该40周岁，他没得是吧？我国收养法第9条规定，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的，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40周岁以上，而养父张景富与满庭之间相差32岁。他广东人不干，应该40周岁的不能办。我这让妈他们那么东东山就是卡住啊，他做手术啊。而二伯父的这个新武器促成了养父的闪电结婚。老天爷睁眼，我们有个朋友，然后再加上我那个老婆，老的他也是个单身。我们接触了以后一谈，我也是谈个娃子，谈的合得来，我们结婚了。我一看他是个好人，这个小孩真是可怜，这个。所以我心里气的，我说的这件事，这个事我不管如何我要跟住你。2010年5月，张景富与比他大12岁的杨国华结婚，而两个人从认识到结婚仅仅1个月的时间。我说这个时候才找一个女的结婚的，女的跟他大12岁，都大32岁，他还非要他不结。他为啥是我成个家，我有一个女人，我可以收养。张景富的闪婚，在女孩的伯父们看来，目的非常的明确，就是为了争夺那29万。但张景富自己说，结婚是为了更好的照顾满庭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现在张景富和柳家兄弟又再一次的回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。而就在此时，满庭的亲生母亲出现了。我想过去抱她一下。你想？你不想要这个。今年5月，河南省南召县法院找到了11年前抛弃满庭逃回老家的亲生母亲杨华。她11年后第一次回到南召，是要和满庭的养父打官司，争夺抚养权。我想把那个抚养权拿回去，把孩子带走。还有满庭他应该得到的都要给他一起拿走，包括这笔他父亲遗留下来这笔抚恤金。亲生母亲的归来让案件的前景更加扑朔迷离，而在养父张景富看来，这一切都是满庭的二伯父为避免输了官司鸡飞蛋打所搞的鬼。因为在和张景富拉锯战的同时，柳秀德曾经去湖北找过杨华。你上湖北找过他这个杨华？没见到杨华是吧？你去过湖北？去过湖北没见到杨华。没见到啊？你去找他几次？我倒去一次。那你当时上湖北找杨华主要原因是什么？我找到杨华想要微博，我也想过那个。柳秀德说，虽然他当初到湖北并没有见到杨华，但是他还是弄到了一份委托书。在这份委托书上，杨华答应将一切关于满庭的事情交由柳秀德处理。单位承诺，单位放弃。就说他把这些事都交给你啊，这个委托书是吧？是，这是真的是吧？可交过来以后，法院现在不知道，法院不知道真假，法院找他妈去了。哦，这些成了以后，法院找他妈要来。这我也下的那劲儿，给杨华叫来，给他监护权判给杨华，现在叫杨华弄都弄过去了，他们刘家开始再分这个款，他们陈杨华是分这个钱的。你是不是为这笔钱，杨华？不是，我是为了钱。咱都外头没亮钱，我说。那时候你怎么？回来之后，杨华坚持向媒体说自己不是为了钱而来，而养父张景富也坚持说，真正为钱而来的，恰恰就是孩子的亲生母亲杨华。因为在杨华立案之后，来到河南开庭的时候，他们之间一次特殊的交涉。今年8月的一天，张景富接到了杨华代理人的一个电话。希望跟您达成一个和解之后，小孩依然由您带着，这笔钱也依然在您的保管的幅度范围之内，我们可以配合您。你倒说的是小孩叫我们带着，是不是？对，
对对对对。啊，天天叫我们保管住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啊？对，所以我们现在意思就是说，必须要跟您进行一个正面的一个沟通，行吧？我们过来的诚意比较明显。随后，杨华的代理人和杨华与张景富约定了一个地方进行协商。刚才我们接到李文兆方面说他们各去找我们啊，然后我们各来，他说开车我们根据花篮算一下，反正我就说我也比较多的一分，就是从起诉到撤诉，我们能把这些事谈好的话，说所有的费用嗯算你嗯这个多少这个报应。那我们知道我也不说你要每天十万八万还是。对啊，我他们说是你只要给我拿出来四万块钱，不想选我不要都给你了。你这事儿刘守仔那点事儿我都不再管了，完了钱也走了，我不同意，我不管啥了。人家东找这时候我也没有钱给他，我没钱给他啊，我挣了钱我得养你儿。最终张景富没有答应杨华和他的代理人提出的条件，于是协商后的第二天8月17号，在南召县法院再次开庭审理这起抚养权纠纷案时，满庭的亲生母亲杨华状告满庭的养父张景富，要求做满庭的监护人。法庭内双方争执不下，法庭外满庭再一次激烈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。不想愿，不想跟他们，就死也不想死，不想跟他们的养父。多少坏呀、啊！把你判了怎么办？我一头撞死在法院，不愿意跟他们。这就是满庭一个11岁女孩所面对的世界。出生在一个买卖婚姻家庭，妈妈遗弃，爸爸无事，伯父嫌弃，好不容易有一个好心的姑姑要给她一个家，也不幸去世。而在她11岁这年，曾经不愿收留她的伯父要接她回家，在她11岁这一年，弃她不顾的妈妈又回来了，要重新做她的母亲。在她11岁这年，养父为了留住她又娶了新的妻子。在她11岁这年，她听到最多的是一个数字，29万。你不想要这个，他们就想要这些钱，所以出来咬我。我一头撞死在外面，不愿意跟他们。